下架天师土国之子间又有好消息传进来。下架天师台制作的课本通话音乐管天师五号乃按照广东片，初次安排张德多阿祖让伊创意台奖嘅反转嘅，又再个代表台湾得到为阿祖天师台奖嘅最佳儿童节目奖，表现董大年。嘅客家電視咧就會而家出圈嘅片套，啊，一切都非常嘅重視去做兒童老青少年嘅節目。了擺做得得到了在國際嘅肯定，是表示客家電視會繼續三萬大病去做出很好多好嘅兒童老青少年嘅節目。第種嘅亞視節目咧，講嘅係由慈悲真嘅強少年以大榜音樂搞到嘅好朋友嘅故事。节目嘅内容结合嘅音乐，系个科学原理，用通话同黑话来表现，轻轻松松嘅本声音嚟对呀，来了解到科学嘅知识，同时咩啲慈悲真嘅议题，故事托阿太天气表现十分嘅大热，连带拿到位结合红台奖。